今天是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带她出来两个人的那个浪漫的约会，就我们两个而已。但还是要带另外三个，是我老婆，我们家小静姐，等一下吃一下意大利面，看一下我们的菜单，沙拉。老板都在笑。等一下吃意大利面，跟炖饭。意大利面跟炖饭可以减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？不要吃就好了。吃牛排。其实我觉得住木栅蛮舒服的，木栅区感觉蛮像国外的，是吗？感觉没有那么挤啊。对。然后去那里都要开车。我们今天要去吃木栅一间蛮好吃的意大利餐厅了，我第一次吃，从网路上看到的。但因为我老婆小孩喜欢吃炖饭，所以我们都会找一些炖饭。又走过头了，木栅里拉意大利厨房，好不好？帅的招待，是要入境的意思吗？对，我刚刚看那个照片。可以，帅的笑招待，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帅，你就招待是吗？谢谢。你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台吉普车。老婆，我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可以要台吉普车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当面拒绝我，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了。我不要太辛苦了吗？臭妹妹，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？都没轮到妈妈讲话，妹妹已经讲话。你还没回答？啊？当着大家的面前讲。你会不会换一台吉普车？你有拍过啊？不用给他刀子，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只有给他刀子啊。先整面他的那个最有实力的，那大概3000卡有吧？全都几十？他选热量最高的啊。你看亚当的，看了一下正整的。这是谁点的？妈妈点的。妈妈，你这才叫热量高吧？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我们做过夸张吗？手机里面太屌了吧？这很正点哎。下次来这边就点这个。海陆总会。对。豪华总会啊，不是海陆总会，豪华总会。豪华总会。弟弟来。小心啊，你的手儿在地上。帅，心动吗？有点心动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